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收看 Uta TV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么圣诞节要来了，法国呢七月份就开始出了，陆陆续续就出了很多跟圣诞有关的套装啊，还有一些倒数日历。因为 Black Friday 之前 VIP 是有一点折扣的，所以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入了一些圣诞限定商品。不过有一些不一定是圣诞限定商品了，就是我还是想买的东西，然后这边一起给大家分享。Uta TV里面东西还蛮多，有护肤啦、彩妆，有些新品就是想买了蛮久的，我在这边都跟大家一起开箱。首先第一个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套圣诞套装，哇，佳佳，这个是 Fresh 的面膜套装，这很好看对吧？它就像是一个箱子一样，正面是这样子，然后背面这样子。这里就是有一个吊牌可以写，这个是有四款面膜，黑茶面膜 Black Tea 玫瑰花瓣面膜，每一个呢就是30克的，这个售价我觉得还是蛮算便宜的，套装的价格是60欧元，我是金卡的话它有折扣，我买的时候是40多欧元，超级抵。 OK， 那么接下去要介绍呢就是迪奥的指甲油，因为每年的圣诞节呢迪奥都会出限定版指甲油，就是一个小金球的那一种，大家其实它的色呢不是每年都很好看的，也是挑，每一年圣诞节都出四款颜色的指甲油，再加一个 top coat 顶油，就是你涂完之后盖在上面的那一种了。去年和前年我都有买的，但是今年这个颜色呢就特别特别特别对我口味，因为它就是非常梦幻非常糖果的感觉，包装是晶晶的，这组颜色呢我称它们叫做奶油色，这个呢就是奶油粉，这个就是奶油精，那么我现在手上呢涂的这个颜色呢就是它们两个的颜色。其实这一个奶油粉的颜色呢在镜头里面拍出来是有色差，就现实的颜色呢可能会再更粉更嫩，有点我镜头看上去的话就有点偏紫了，其实它不是的，它是一个正粉色，很软的那种粉。奶油精我也很喜欢，两年前圣诞节呢迪奥出过一个灰金色，那个还蛮好看的，这一款这个已经绝版了，它就是一个灰金色。去年呢我还买了两个，这个也是圣诞节特别版，这个就是 top coat， 是涂在上面闪闪的东西，然后这个就是绿色，这个绿色也很好看。 OK， 那么除了指甲油之外呢我还买了 Dior 的一个眼影组，就是这个，锵锵，这个是后台专业的眼影组，其实我不太专业我也不太会用，但是我只知道它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肯定要好用就对了。这个因为我很少买彩妆，所以我的彩妆是相当的少，就除了指甲油之外，我眼影这么多年我只有一盒，我就一直用到现在，然后现在我就换新的。它其实是粉粉的这样子的眼影膏，然后有闪有不闪的部分，这样子的一组，我很喜欢它的地方就是说它上色会比较明显，我现在这个眼妆也是用这个来上的，但是我是随便了，我还没有怎么深究它怎么用，因为这个我是新开的嘛。以前的那款呢是这个嘛，这个我用了很久了，用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都在用这个，你们看，但是我很少化妆，所以我还是保持的蛮新的。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无论怎么化，我不论化什么，我上眼睛我觉得都是一坨东西的，就好像说它颜色不会很分明，就很容易晕开这样子。这一个系列的话我觉得它太闪了，上街的话就是感觉那个眼睛好像闪粉有点多，所以我不太爱。下一个要介绍的呢是 Yves Saint Laurent 的提亮笔，佳佳，不过这个呢是圣诞限量版特别版，我之前也买过一个特别版，就是这一支，这一支它也是特别版，但我今天买的那一支呢跟那一支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是有反差，黑色的这个，哇，帅爆了。这个特别版呢它的价格跟普通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不一样，不过所有的这个特别版呢它的色号都是2号，因为它特别版没有出任何其他色号，它就只有2号，我觉得真的好美啊，这个好看。最后一个呢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款正红色的唇膏，就是 YSL 的方管唇膏，
江江，这个我一般买东西我都不会看任何博主介绍，或者是看任何什么什么推荐的，不会看小红书那些，我就是逛街逛到这里感觉哎还不错，然后就叫店员让我试，试完之后觉得哎还不错，所以就买了。我一般都是这样子，我就路过就看到有翻款裙装，就说哇，这个我太爱了，超好看的。我这个唇膏呢，它是超级无敌香，黑的包着，好香啊！然后我去试的时候呢，我是试了一号色，就这款广告那个色。然后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我嘴上的这个唇色。这个衣服呢，今天可能不搭这个唇色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效果。再跟大家讲的话呢，这个唇膏呢，好干，干到不行了，真的是非常干这个唇膏。所以你涂之前，你一定要用润唇膏打底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的唇部会很干，特别是你掉皮的话，你涂这个你根本没有办法动。可能说穿黑色衣服或者是搭一点比较 chic 的衣服怎么样，我才涂它，因为我今天穿这种就小可爱的话不太适合鲜红色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个购物分享又到这里咯，如果大家有一点点喜欢乌塔乌塔 TV 的话，请不忘记给乌塔一个 like， 然后拜托拜托乌塔 TV，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 I love fashion video， 下去。